一三二八三，有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哎，基隆港。基隆港。对。现在是几月几号？10月22号。10月22号。哎，星期日。星期日哈。嗯。我们现在在基隆港。对。刚好后面有一台船。嗯，对。对不对？生蚝，我靠！我们今天是吃生蚝。来，1283，你点什么？海鲜。海鲜。海鲜呐。390。嗯。就可以选几样？选三样，各自三样。三样，它全部有6样，对不对？对。一人选三样，对不对？我全部都吃到。新马轮啦、啊，要去马祖的啦。较早迄台去马祖台马轮，台马之星啦、啊。进前迄台已经旧啊，已经淘汰啊，去拆解啊。即摆换即台台，台湾叫台马之星啊，即台是新的，所以伊讲新马轮。拖船，边仔一台拖船，里面客户也是要甲。弄的，啊弄的，哎，还去甲弄啊，哎，甲塞到外来啊，塌一个啊。只要睡觉煮闹。哦。要只要你放一条绳的啦。飞山二八三。有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哎，基隆港。基隆港。对。现在是几月几号？10月22号。10月22号。哎，星期日。星期日哈，嗯，我们现在在基隆港，对，刚好后面有一台船，嗯，对，对不对？游轮，游轮哈，嗯，好大一台，好大一台哈，嗯，你有没有看到它的英文名字叫什么？嗯，没有，没有啊，好，好，你看黑的不？黑不？哦，新加坡，这是国内超高展的，高展的。我做个什么的？一颗，一颗还糖啊？那什么高材？
那个观音像伫遐啦。
咧中轨的中轨的中轨一的亮灯啊，哇，是吧？亮灯嘛。加叫亮灯啊，哇。好。哎，在吗？废话你好。羊肩哦，羊肩肉。八三，你点什么？有鲜呐、啊，三白酒、哦，就可以选几样？选三样，或是三样。三样，那全部有六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人点三样，对不对？我全部都吃到，你这样三六样都可以吃到，这边三样，这边三样，对。还有附一个菜，对，这样还有一个半杯饭，啊，等下还有甜点。啊，负责小菜，负责小菜嘞，小菜哦，这么少，泡菜也小菜这么少，哦，我来点菜，小菜也是这个，好，开动，好，大家开动。
好了，给我发。总共拍五锅，对，四百六的六种海鲜，然后一个羊肩肉，然后一个伊比利猪，两个是单纯三种海鲜，这个是390的套餐两套，那个烤羊肉串跟牛肉串，啊，给你看了哈，460×2，然后加一个伊比利猪，加两个390/780。然后还有羊肉串两，这个240，然后每一个汤头都有换，所以是150块，所以是266，这里没上，大家吃。2660，来找你3000。那不要浮粉。啊。那不要浮粉。不要。那没有上浮粉。没有，嗯，那每次找你们，谢谢哦，谢谢，谢谢哦。真的。生蚝火锅啊！我今天是吃生蚝，生蚝是吧？生蚝呢？生蚝。是吧？我今晚上想到生蚝。生蚝。你有吃到生蚝吧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你有吃到生蚝？有啊，有了还。金马轮啊，要去马祖的啦。较早迄台去马祖台马轮、台马之星啦、啊，之前迄台已经旧啊，已经淘汰啊，去拆解啊。啊，即摆换即台台，赶快叫台马之星啊，即台是新的，所以讲新马轮。拖船，拖船，你要是来拖船里面靠岸是要甲。弄的，他弄的，哎，还去他弄的，他杀卡瓦了呀，塌着了呀。10点开船。是8点登船。对，8点登船，10点开船。正常是10点开船。新台马轮进港了，现在有一艘拖船在帮他靠港。